即係話咧要攞個黑波出嚟再爭呢局。可惜啊，丁俊晖剛才其實咧係好大機會贏波，可惜打個六波嗰陣時咧係太細力，咁啊導致到咧係教個飛波教得唔好，俾咗機會奧蘇利雲一級高手拿住個機會咧就係咧係清台。哇！似乎想咳尾袋喎、啊，真係咳尾袋喎，唔係假嘅喎，扎加伊咳嘅啫，咳唔到落好重嘅右手邊西，個白波運翻你右邊冇壞。分開兩個波算數啦，射得靚啊！將個白波運翻上去，好力水，真係高手中嘅高手，可以打個 cross double， 亦都可以後踢，靚啊！好波，要避開個 double kiss， 就翻個力水，哇，相當之好啊！到目前為止啊，雙方面都仲未有犯錯，得翻個黑波上去，亦都係就翻個黑波喺中間度，好波。升降機